这里是台南最近爆红的网美景点粉红湖，众多水池中只有中间一块呈现粉红色，搭配四周绿草点缀，超级梦幻。现场比较漂亮，就很酷啊。戏剧还是什么东西形成的吗？如果要来拍要经过老板同意，不要破坏这边很漂亮，因为我喜欢粉红色。是谁打翻了颜料？粉红湖的颜色其实来自于光合菌成分中的菌绿素 A 和 B 以及类胡萝卜素等色素，因此呈现紫色或粉红色，而它其实还别有用途。紫萝菌可有效改善河口及湿地的底质，那以下我们可以看到底质的改善效果。已经 OK 了，可以使用了。它藉由这紫萝光合菌，它还有吸附这重金属的一个效果。光合菌对毒物的分解转化力强，小菌种大效能，改善土壤品质，减少污染源。大安新闻许成林道明台南报道。